老婆。就在这儿看樱花，有一种成功人士的感觉。楼下，哇哇哇，好高啊！你们要跑啊？哇！老婆，今后我们会越来越好的，好吗？会努力的，好吗？加油，加油！哇，今天这个烟花看得好爽啊，感觉真的是好久没有看到这种激动人心的、这么澎湃的这个烟花。生活还有很多美好的，值得我们去为之而努力，对不对？今天是西瓜 play 活动的最后一天了，我感觉这次来确实也是，学习了很多，然后。感觉又有一些新的收获，然后之后还是要继续努力。那这次我们能来到海南参加这个活动也是特别的来之不易，就是历经了千难万阻，然后我来了之后直接就病倒了，这几天我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个阶段，但是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来到这里。然后刚才的那个烟花放的我也是心潮澎湃的，我觉得就是生活其实还是有很多美好的部分，虽然充满了一些我们前面可能看不到未来就要拨开那个云雾，
去把那些困难一一去克服了，最后我相信我们总会找到生活的就美好之处，就像这首活动主题歌一样，生活处处响亮。我觉得可能就是每天的这一点小收获，然后就是会让我觉得生活是特别有意义的，需要为之而努力。加油加油。